2005年，继森海塞尔刚刚推出 HD 650后， AKG 终于推出了自己全新一代的旗舰头戴式耳机 K701， 整个耳机行业因此进入了新的纪元。K701、HD650、DT880 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正式形成。森海塞尔 HD650 并没有采用坊间传闻的全新外观结构设计，而是沿用了和 HD650 类似的耳罩设计，但是调音和声音风格却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很多频段都有所不同。以那个年代的单元技术，对于一款开放式耳机很难做到低频与高频两头兼顾，这一问题直到森海塞尔 HD800 的出现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HD650 的侧重点略微偏向于低频，所以 HD650 的高频表现并不是十分完美，对于部分女声和乐器的表现存在一定的瑕疵，高频部分整体存在一些衰减和暗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 HD650 的人声不够细腻。然而高频部分的衰减有时可以给人一种厅堂的感觉，这是因为在真实的音乐厅中，观众席与舞台存在一定的距离，声音音色的高频部分会因为空气的存在而有一定的衰减，所以在综合音质相似的情况下， HD650 相比于 K701 和 DT880 更适合欣赏古典音乐，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不过也正因此， HD650 在播放一些女声或者乐器 solo 时，则没有 K701 的华丽或者是 DT880 的精准。不过即便 HD650 的高频表现有所妥协，但整体的三频表现依旧在相对均衡的范畴，尤其是相比于后来风靡一时的一众低音炮来说，并且 HD650 的低音能量与下潜也比 K701 和 DT880 的表现更好，低频音质表现也与 DT880 不相上下，可以说是三者中低频综合表现最好的耳机。与 HD650 的设计思路不同，同样是40毫米单元， K701 优先保证中高频的表现，这使得 K701 的女声与一些乐器的表现更胜一筹。然而 K701 的人声表现也并不是十分标准，而是略带一些音染，但是凡事有度。 K701 的部分频段虽有突出，但是依旧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畴内，并没有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相比之下，铁三角的一些耳机中高频有些频段就显得过于突出了，反而让人觉得有些不适。品牌形象和口碑的树立并非一朝一夕，这可能也是一些日系耳机品牌无法达到四大耳机厂商高度的原因之一。调音有度，有人喜欢把声音比作饭菜，调料也有度，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重口。与人声和乐器的华丽相比， K701 的劣势在于低频不足，这几乎是老 AKG 耳机的通病，而这几乎也是无解的。不要指望单纯靠耳放就能把低频表现变得十分完美，这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除去也许碰巧的阻抗匹配提升了一部分低频能量，最有效的方法依旧是 EQ。拜耳动力 DT880 有着众多版本，视频中的这一个是新版600欧姆的版本。 DT880 的人声表现在大部分频段要比 HD650 和 K701 更标准，更接近真实，是经典三剑客中人声还原最中正的一款。唯一的瑕疵在于人声高频可能存在齿音，这也是拜耳动力头戴式耳机的祖传问题。与此同时， 9K赫兹 左右的突出也使得 DT880 的高频打击乐器存在比较明显的音染，人声的齿音与高频打击乐器的尖锐使得整个耳机并不是很耐听，这同样也很难通过更换不同的耳放或者包机去解决。在 9K赫兹 左右加一个 Q 值在4左右，-4至-5dB 的 EQ 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DT880 的乐器表现在大部分频段也比 K701 和 HD650 更标准，更贴近真实，不会像 HD650 那般暗淡，也不会像 K701 那般存在一定的音染，只不过如果当乐器延伸至超高频的频段，
段也会存在比较明显的音染，而对于低频部分，实际佩戴的听感 DT880 的低频亮感和低频下潜均略好于 K701， 低频音质也优于 K701，不过低频下潜与亮感表现逊于 HD650。 提升 DT880 的低频表现最好的方法依旧是 EQ， 不过 DT880 尤其是视频中的600欧姆的版本，普通的便携移动设备例如手机很难将其完全驱动，低频只要稍微加一点 EQ 就会出现限幅。这里所讲的 EQ 主要还是有较大功率的耳放驱动的前提下。总的来说，除了超高频的部分频段相对突出以外，以及低频部分的下潜略有不足， DT880 在大部分频段的表现都是三者中最均衡最准确的。然而拜亚动力的一些后续型号并没有使得声音变得更加自然均衡，反而变得更加极端。耳机需要耳放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三款经典耳机。 DT880 有拥有600欧姆阻抗的版本， HD650 拥有300欧姆的阻抗，而 K701 即便只有63欧姆的阻抗却只有 93dB 的灵敏度。这意味着如果使用便携设备例如手机直接驱动， K701 的声音表现可能无法达到预设的动态范围。可以说正是这几款耳机带动了整个耳放行业。然而后续推出的很多头戴式耳机以及入耳式耳机都有为手机等便携设备的输出功率与电压考虑，降低阻抗和提升灵敏度，只不过发烧耳机必须要上放这个习俗却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厂商都必须要推出耳放才显得自己专业。时间飞逝，物是人非，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十多年的时间也足以成就经典。音频和声学行业充斥着太多无休无止的争吵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有些昙花一现会随着时间流逝最终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有些经典必然会被铭记，必然不会被遗忘。耳机行业的整体发展相比于音箱行业有一定的延迟，在那个年代对于耳机的研发看重客观数据，也看重主观听感，而不那么看重市场营销与炒作。 Hi-Fi 玄学罪恶的双手还没有伸向耳机行业， Hi-Fi 耳机也远没有同期 Hi-Fi 音箱行业的各种乱象，甚至连耳机升级线和 Hi-Fi 耳放都寥寥无几。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年代，但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相比于那个年代，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也多了更多滥竽充数和防不胜防。而在那个并不是特别看重营销的年代，在那个主流旗舰头戴耳机还只是2000元档的年代，耳机更像是纯粹聆听音乐的设备，没有多余的附加价值，没有过多的品牌信仰，有的只是声学工程师对产品的精雕细琢和发烧友对音乐的痴迷。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我也许更希望森海塞尔没有推出 HD800， AKG 没有推出 K3003， 把耳机永远留在那个黄金的年代。回到本期视频的主题， HD650、 K701、 DT880 三者都是综合音质表现相似的水平，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它们的价格也来到了相对合理的范畴。夏天来了，这三款耳机均为开放式设计，相比于封闭式设计佩戴更舒适。但你如果问我这三款耳机到底该怎么选，有些时候不做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For this 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